上这一波，四号位斜线，宝宝球，哇！结果反倒是工商也发生默契的失误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是。好，双方都有一次队员之间交代不清楚，封伤的机会是，吊牌用吊的。修正出手，哇！结果你退我也退，对，就落在我俩的中间。是因为大部分可能自由球员会很积极去抢这个球。啊，这一颗比较可惜，两边都在忙乱中得分了。